嗨，Hello， 我们来到了比利时的布鲁日。那现在我们在布鲁日的这个广场，市中心的广场，可以嚟个360度先，有好靓嘅建筑物啦。我哋未睇佢哋啲历史啊，阵间再睇。我们就先逛一圈好了。同埋我访问你头先，你系咪好紧张啊？搭火车嚟嘅时候，在搭火车的时候，觉得这边好像是一个很荒芜的乡村，觉得有点可怕，觉得不知道干嘛。可是，在市中心就觉得还不错，蛮热闹的，也蛮多东西可以看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要一一的去每个景点稍微看一下喽。我点了一个布日的 local beer， 它是长这样，它是一个架子，然后有很长的像个试管一样的东西，然后这样喝，可以吧？你可以吧？怎么样？如何？好喝吗？嗯、不错不错。这海宁跟比起来呢？因为不一样味道，这应该是那种比利时啤酒。好，我来喝喝看。好，来由 Helly 来喝喝看。你刚刚是怎么？他刚刚说是这样子的。对对对，要夹住，不要让它掉下来就好。我觉得蛮好喝的，很顺口，也不苦，也不刺，也不辣，就是各种口味都蛮好的。你觉得呢？嗯，蛮好喝的哦。嗯，可真的麦梅荞麦的味道比较重一点。对啊，好像海尼根还比较清淡一点，这个比较就是比咸咸的这样子，就是它会有味道在嘴巴里，还不错。我们叫了一个蛋菜，那蛋菜在这边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道菜，然后之后他就来了这么一大锅，哇，好丰富！我的手可以对比啊，好热。好，那我们是点那个它的传统味道，布鲁日 style 的传统味道，就是咖喱啦、garlic 同埋啤酒、芹菜，嗯，还不错啊，就是可是就是咸呐、啊，咸味咖喱味比较出众，咸味，咸味咖喱味很出众，好，有少少辣，太棒了。好，那我们要来吃我们的蛋菜大餐了。经过一番奋战之后，我们把这一桶蛋菜给吃完了。而且我们两个很无聊，还要去算说有多少只，总共有98只，所以没有想象中多啊，没有比我想象中多。98只蛋菜，平均一只大概是8.8块台币。同埋咧，我成日觉得欧美嘅辣咧系唔会辣嘅，点知佢呢桶嘢坚抽系辣嘅。它的咖喱味道还蛮不错的。好吃，舒服。好，在我们前面的这个呢，就是布鲁日市政厅，然后它的右边这边就有一个叫做什么圣血圣殿的一个教堂还是什么。我们要来买 waffle， 非常的丰富，看起来。我哋咧嗌住呢个 waffle， 跟住有 cream 同埋 vanilla 雪糕，同埋咧佢明明后面咧做咗好多 waffle 系现成，不过佢都帮我哋重新整一个，所以系热辣辣新鲜出炉。嗯，佢嗰个 vanilla 雪糕好好食啊！好好吃啊！我呢个雪糕，黐線噶，係咪好好食？冷的熱的混在一起。我想試下個 waffle， 你可唔可以擺低？我畢唔到個 waffle。棒！我要呢嚿。好啊，好大一口。簡直就是一個無敵的狀態。同埋佢個 waffle 喺個邊有一點脆脆的。嗯，奶味也很棒，很够。我不想要讲话了。